这个女孩子呢，我们说她是小龙女，因为这个小龙女在小说里面呢，她有一心二用的本事，大家非常羡慕。她呢是两手可以各自写出不同的字体，引起了关注。很厉害啊，她23岁，河北女孩陈思远，一只手写中文，另外一只手写英文，而且呢，她说她还可以同时写正字和反字。她从来也不觉得哦自己会这个，没有，不是特别练，就不知不觉就会了。啊，这个技能呢，还让同学找她帮忙抄很多版本的作业。哎呀，同学原来是这么用的啊！她就提到说，她现在在翻译公司工作了，而且在闲暇之余呢，这个本事也逗得同事很开心，所以她还蛮乐观的，说干脆今后呢进一步的练习，至少也可以给朋友们呢带来乐趣了。对，就是他这一个日常的技能。希望我在想，我一直在帮他想有什么工作可以让他真正把这个技能发挥在他的这个实职工作上，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一个好处。